各位好，因应我们美商诺亚台北办事处董事长 Andy 的要求，拍摄这个短片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，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指教。我们美商诺亚主要的工作为企业顾问，但公司也有工程提供生产制造的能力。我们能做的事情包括了行销企划、产品整合、行销顾问、产品代理等等的工作。而我在诺亚担任的职位为产品经理，专责一支援所有台湾销售团队企划案，二产品规格市场比较表，三特性解说，四情境式演说稿，五促进厂商采购协调工作，六网站设计及维护，七协助行政设计。以上是我简短的自我介绍，未来将会做更详细的解说。谢谢您的包容观赏，谢谢。